各阵营大阵仗进入台南体育场，准备抽选举号次。抽号次场和竞争对手碰头，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和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思博先礼尚往来，握手致意。黄伟哲抽中一号签王，高喊台南第一，但也因此成为对手剑靶，紧咬大创案，要黄伟哲为此负责。我觉得很奇怪，请问这个谁可以扮演检察官，谁可以扮演法官的角色？这个部分，为了选举，然后为了个人的利益，然后来践踏司法，我觉得是不应该的。而抽中二号的高思博则是期待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的外溢效应能助攻翻转南台湾选情，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哦南高合作双城奇谋啊，所以哦我们希望南高都胜利，二号我觉得非常好。话题不断的 Crazy Friday， 林益峰抽到三号，翻绿的两位候选人许忠信抽到四号，苏焕智六号，号次出炉，代表宣战进入关键深水区，候选人拼战各凭本事。欢迎新闻陈彦卫、徐国豪台南报道。